探索号安东已降落地球，请求下一步指示。探索号战舰舰长安东，您本次的任务是调查地球上的神秘射线，为方便您在地球执行任务，超脑已将您的模样外化成地球上的普通人类，待您找到发射源即可返回 SB233 号星球。收到。谢你了，提供自家别墅给我们团建。对呀，看你平时在公司那么低调，没想到是集团的少夫人，深藏不露啊。没什么了，这片住了不少有钱人。哦，风少以前可是京城黄金单身汉呢，竟然都被你拿下了。小冉，回头教教我们怎么勾搭富二代啊。有机会，有机会一定。风总，你对小冉姐可真好，还为他提供场地让我们团建。我提供别墅不是因为他，那个女人加入封家还不是为了钱，她不配，我这么做全是为了你。可是风总，你们都结婚了，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淼淼，这门婚事是爷爷定下的，我没法反抗，但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他，我喜欢的人只有你。我没说错吧？还真被你说对了。你在那出来了，算了，别说了，就这样。走吧，走吧，走。小冉，我这碳不够，你帮我拿点。哦，好。探索号安东已发现发射源，申请返航。系统已检测到宇宙能源，允许返航。传送装置开启，将在三秒内将您送回探索号。三、二、一。是谁啊？小冉，小冉姐，小冉，你没事吧？你刚刚差一点就被烫到了，还好有个帅哥把你给救了。刚刚那个帅哥好像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柯颖啊。小冉，没想到你连这种人物都认识，好厉害啊！你叫我什么？小冉啊，你该不会是惊吓过度失忆了吧？难道是因为宇宙能源让我和那个女孩交换了？侯杰，天哪呀，陆总，早就听闻您住在这附近，今天光临寒舍实在是蓬荜生辉啊。风总，风总。陆总您先休息，我有事先走一步。苏小冉，我让你去设计部工作，你竟然给我找了个野男人回来。说吧，这野男人到底是谁？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关我什么事儿？风氏集团因为你股价暴跌，你居然跟我这样的态度，你不守妇道，我要跟你离婚。离就离，这个你签了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按照星际联盟的文明原则，我不能表露身份，破坏地球文明进展。但如果我签了这个文件，破坏了元宿主的婚姻。苏小冉，还是舍不得封家财产。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我不签字你能拿我怎么样？
喂，你，你住手！陆总，冯雨辰，你闹够了没？跟苏小冉开房的人是我，你打女人算是怎么回事？有本事你打我呀！小冉怎么又和陆总勾搭上了？豪门八卦果然劲爆啊！冯雨辰，那个和我开房的野男人就是陆总，你想怎么样呢？大哥，我们到底什么情况呀？我们不会灵魂互换了吧？目前看来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总不能一直这样吧？我才不要一直当男人呢。陆可影，你好歹也是集团的总裁，你会有办法的吧？暂时没有，但是灵魂交换是用能量或者是磁场导致的，既然能交换第一次，一定可以交换第二次的，肯定可以换回来的。这可不是我弄坏的，我从进入你身体之后他就没反应了。我知道他应该是受到了某种能量的影响，内部仪器受损，暂时没办法使用了。如今耳机损坏，超脑一定会想方设法和我取得联系，但我现在还在人类的身体里面，也无法使用能够接受信号的触角。这么说的话，他只能……陆克影，你干嘛？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没想到你这么帅。这陆总不会是因为灵魂交换打击太大傻了吧？陆总，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对我打击也很大。你好好好，我们先去喝杯水啊。坐，喝点水，你压压惊。对不起，我帮你擦擦吧。陆克影，你个流氓！我不是故意的。啊！陆克影，我头上那个角是怎么回事？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瞒你了。其实，我叫安东，来自外太空 SB233 号星球。我来地球是因为……所以，你是外星人？按照你们的理解，是的。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你醒了，你醒了，你离我远点。好，我不碰你，你自己消化消化。你说过你不会伤害我们，那真的陆可影呢？为了避免地球上出现两个陆可影，
我已经把他沉睡，现在他的躯体还在我的探索号上休眠中。休眠？还我命来！我好惨啊！为今之计呢，我们只能代替对方好好生活。等我修理好耳机，联系上超脑，我们就能换回身体了。我才不信呢，到时候你不上我面口才怪。好的。啊，还有一件事，如果我现在回到封家的话，必然会被封印尘发现端倪。所以这段时间呢，我都要在这里和你住在一起。什么？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说，封印尘多好一个人啊，品德高尚，品质优美，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婚姻忠诚，你还是跟他一块住吧。苏小冉，你这么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居然让我代替陆柯颖来上班，这个死外星人。我也不能胜任总裁这个工作。这些玩意儿我也看不懂啊。哎呀。小姐姐，你没事吧？我还好，多谢陆总。以后走路注意点。哎呀，陆总，人家的胸好疼啊。胸疼？嗯。要不我让李特助带你去医院。陆总，人家是胸疼。胸疼？我知道啊，可是你胸疼找我也没用啊，你有病得去看医生啊。好吧，陆总，我不疼了，我先去工作了。嗯。这陆柯颖是怎么招人的？从我上班到现在，已经有六个人倒入我怀中了。这些员工的身体素质，哎，堪忧啊。苏小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脸来公司呢？怎么，陆总不养你了，还得你自己来上班吗？我以前是封夫人的时候，不也照样上班吗？我可不是你，工作是为了找男人。你收敛着点，公司还有别人呢，被人看到你这恶毒的嘴脸，你的白莲花人设可就崩了。等会儿有你好看。怎么了？小冉姐，不会是封总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完成吧？我做了，但他不见了。苏小冉，你是猪脑子吗？这点事你都做不好。陆总，这是我的员工失职，让您见笑了。不过就是一个文件而已，不用这么严肃吧？那怎么行？这丢的不仅是我的脸，当然还有陆总您的脸，是吧，陆总？封总，陆总，我知道小冉姐最近有点心不在焉，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个 PPT， 不如就先看我的吧。还是淼淼做事认真。淼淼，你的保密措施做得不错呀，还有密码，赶紧输吧。淼淼，你不会是忘了自己的密码吧？
可能我最近没太休息好，我马上找人来破解。 Stealer， 我说密码是 Stealer。 是我设置的，为了避免我做的文件被别人盗用，没想到还真用上了。你胡说，是苏小冉，他把加勒密的文件放在我的 U 盘里的。那你现在就把你制作的文件拿出来，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我的文件丢在家里了。周淼淼，不会是你真的剽窃了苏小冉的文件吗？不是。哼，看来是有人在贼喊捉贼了。在这个会议室里，谁丢脸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是不丢脸的，对吗，冯总？冯总，苏小冉，你陷害我。我陷害你？是我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让你盗走我的文件，还是拿枪指着你让你勾引我的老公？这陷害二字从何谈起？你别再装可怜了。你说我勾引风总，那你和陆总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看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啊。这陆总的口味也真是奇怪，放着这么多白富美不要，要你这个二手的。怎么着，我就喜欢苏先生这一款，不行吗？我喜欢什么样的关你什么事儿？陆总，这个女人她不仅骗了风总也骗了你，上次酒店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你。我喜欢，我乐意。你家是住海边的呀，管这么宽。陆总，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以后你再敢欺负我的女人，我绝对不会饶你，滚。我刚才演的怎么样？我看霸总小说里都是这么演的，我演的是不是很有精髓啊？还行吧，继续保持。嗯。哎，陆总，这是女厕。哦，对不起，我刚才一时情急。不好意思。你还不从人家身上起来？不好意思。苏小冉，我们还没离婚，你就一直住在别的男人家里，跟我回去。我不回来不是更方便你和周淼淼？淼淼的事以后再说，跟我走。苏小冉，你竟然敢摔我，你什么时候学的这防身功夫？风映晨，去找你的周淼淼吧，别来烦我。是不是陆可颖教你的？你早就跟他勾搭上了。是啊，傍上这样一个富二代，怪不得这么急迫地甩开我。你，你终于回来了。这些都是陆总的文件，我都看不懂，你帮我处理一下呗。好吧。处理完了，太棒了！虽然你是冒牌的，但是你确实有做总裁的天赋。哦，对了，之前有记者拍到你跟一个男人进酒店的事情，那个男人是……啊，我不是要打探你的私事，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免得日后出事了我没有办法处理。那是我爸，当时。
就是他逼着我嫁给封应琛，贪图他们家财产。上次他来找我，也是想让我求封应琛帮他还债。封应琛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婚后也没有碰过我。就算这样，他也不应该婚内出轨。要不是封爷爷逼迫他，他也不会娶我，这件事情怪不了他。而且我已经想好了，一旦身体换回来，我马上就和他离婚。我们相识一场，你父亲债务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不过你就这么轻易离婚了，不就便宜了封应琛和周淼淼吗？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拿我的幸福去耗他们两个吧，得不偿失啊。而且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我可不敢。谁说要自损八百了？既然是他封应琛婚内出轨，那这部分损失自然是由他承担。封总，刚刚财务部来报，我们几个项目的资金都断了。怎么会？之前不都挺好的，怎么会突然出问题？是陆氏集团下的手，很多项目他们都插手了。我们陆柯颖抢了我的女人还敢跟我作对，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在这儿喝茶呢，也不知道今晚以后你还能不能看到你的陆总。你什么意思？陆总，是你仇人太多，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我，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陆柯颖，真的，我不是你们仇家。你觉得封总真的会被一直欺负还不反击吗？真的。当初你要是做人留一线，那事情也到不了这个地步，就别怪我们了。可惜了，陆总这么帅一张小脸，以后可就见不到了。让开！给我追！站住！站住！别跑！救命！好，站住！别跑！我去！小别打了！你们认错人了！不要！我不想再看见你。滚！陆总，是你仇人太多。不要杀我！你们认错人了。不要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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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冉，你怎么了？原来我还活着。我还以为我要去见阎王爷了呢。不会的。我们换回来了。换回来了。太好了，我再也不用当男人了。可是我刚被那些顾问打了一顿，如果换回来了，那些伤不都到你的身上了？安东，你有没有事啊？我没事，早就好了。怎么可能啊，他们打得可疼了，你快让我看看。没事没事，你让我看看。原来你这么着急检查我的伤口是为了这个呀？我真的只是想要检查伤口。你没事了吧？我刚刚也没这么用力啊。要不你去医院看看。你觉得我能去医院吗？好像不能啊。家里还有些药膏，
要不我帮你上药吧。好。要是我当时跑快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没事，都摆平了。不过没想到地球上的药也能治疗你们啊，我还以为外星人受伤都是用高科技治疗的呢。其实我们的构造和地球人十分相似，只是有一些很细微的不同。那是哪里不同啊？具体的不同只有体验过了才能知道。你流氓。绑架时间的绑匪已经全部招供，他们承认是收了封印圈的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集团竟然敢对您下手，我们是不是该给风蚀集团一些颜色瞧瞧？是时候该把小冉失去的都讨回来了。陆可以，你让我给苏小冉50%的股份，凭什么？要么你就和小冉离婚，给他50%的股份，要么我就让风氏集团破产，你自己选吧。陆科警，你别太过分。封应琛，你难道不知道当时新闻里的人是谁吗？在这段婚姻中，小冉从来没有对不起你过，是你婚内出轨，这50%的股份是你应该给他的。哼，苗苗，嗯，我们暂时没法结婚了。为什么？难道你还舍不得苏小冉吗？这件事情比较紧急，我暂时只能这样处理。等公司情况好了，我一定会娶你的。啊，好吧，都听你的。苗苗，你真好。男人果然没一个靠得住，看来还是要靠我自己。苏小冉，你怎么回来了？我和封应琛本来就是名义上的夫妻，我搬回来是有什么问题吗？哼，苏小冉，你死心吧，应琛一定会和你离婚的。但是我的事，我们现在还没离呢。倒是你这个小三怎么这么不要脸，还赖在我家不走？你，周苗苗，我告诉你，这房子就算我不住，也轮不到你来住。苏小冉的行李箱明明是空的，说什么不让我住，分明是来收拾东西走人的。正好有些事儿可以先解决一下。苏小冉，我们聊一聊吧。周淼淼，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聊的吧？苏小冉，我真的爱应琛，你把他还给我吧。什么叫还给你？我和封应琛结婚的时候你们还不认识呢，他怎么就成你的了？我知道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感情这种事情没法用先后来衡量。我真的爱他，你就成全我们吧。周淼淼，你能不能要点脸？苏小冉，苗苗，救命！现在就来救你。苏小冉，你也太狠心了，明明知道苗苗不会睡，你还往下推。小冉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就因为应晨喜欢的是我，你嫉妒，所以要推我吗？不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难道你说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周淼淼，我真是小看了你，为了得到封应晨，竟然对自己这么……你这是蓄意谋杀，还诬陷别人陷害，我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女人？住手！陆总，小冉，你没事？你怎么还维护他？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吗？我的女人，无论他做了什么，我都相信他。封应晨，其实想知道真相并不难。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封应晨常常不回家。为了防贼，我在院子里安了监控，所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拍了下来。周淼淼，你不想看看，你刚才是怎么被我推下水的吗？小冉，淼淼，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不怕真的出事吗？他肯定是算好你来的时间，他死不了的。淼淼，你太让我失望了。应晨，你听我解释。我只是为了让你看到苏小冉的真面目而已，况且我伤害的只是我自己啊！只是伤害你自己，不止吧？原来我那天差点被烫伤是因为你，应晨，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周淼淼，你太蛇蝎心肠了。没有，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小冉，我们走。小冉，小冉，我不知道周淼淼做了这么多错事，我们和好好不好？封应晨，奸夫淫妇这个词是成对的，少一个都不行。周淼淼固然有错，但你劈腿背叛婚姻又能比他好多少？我都是被迷惑了呀，别碰他。封应晨，我受够了，我们离婚吧。终于自由了。我送你回去。不用，有我在，我亲自送他回家。那一路顺风，注意安全。还一路顺风，怎么舍不得他呀？堂堂探索号星舰舰长竟然也会吃醋啊？你多看别的男人一眼，我都会不舒服。你这占有欲也太强了吧。你只能看我。好了，我知道了，快上车吧，我快饿死了。呼叫探索号舰长安东。探索号舰长安东接收指令。舰队获悉您被迫停留地球，已派遣执法员助您返回舰队。执法员来了，什么时候到？10个工作日到达地球。知道了。你怎么还不上车啊？来了。对了，安东，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怎么了？我打算辞职了，我和封应晨都已经离婚了，还在他的公司上班也不好，你说呢？有道理。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我本来就是学服装设计的，当然是想做回老本行了。我打算开一家服装工作室，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小冉工作室，专门给人定制礼服的。这主意不错，你负责设计礼服，工作室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让李特助来办。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啊，好。林小姐您好。您是小冉工作室的第一位客人，这个是我为您设计的礼服，希望您能喜欢。我要的分明是白色的礼服，
你们怎么做成了蓝色的？林小姐，我当时问过您的呀，您说你想要的就是蓝色的礼服。是吗？那是你听错了。做工粗糙，针脚错乱，看样式是仿大牌的吧？果然是小作坊的东西，登不上台面。林小姐，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位顾客，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们？一件垃圾丢在这儿都嫌脏了我的眼。林小姐，你这也太过分了吧。苏小冉，这是你欠我的，谁叫你抢了我的未婚夫？你的未婚夫？小冉，我给你买了花。小冉，你没事吧？安东，好久不见。林妙月，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接你回家啊。他，他是你的未婚妻。是，但小冉，这是家族定的婚事，我没有同意。我之前一直看不起周淼淼，觉得是他破坏了我和封应琛的婚姻，没想到我也一样。这不一样，我对你是有感情的。那又有什么用？你又不属于这儿，这又不是你的家，终究是要回去的。看来安东都和你解释清楚了，我说过你登不上台面，安东的未婚妻只能是我。我确实不知道他有未婚妻，对于你们的事情我深感抱歉，以后会搬离陆家，不会再打扰你们。做了坏事就想离开可没那么容易。小心。这位女士，这是干什么？苏小冉，看来你男人还真不少呢。哦，对，说错了，这位是你前夫吧？苏小冉都不要你了，你还这么护着他？网上那个什么舔狗，说的就是你吧？哇！林妙月，你有什么事冲我来？你倒是挺护着你前夫的嘛。那是我的事，管好你自己就行。只不过让你去跟一个人，这你都能跟丢？陆总，苏小姐故意躲着您，我也没办法呀。嗯，什么？陆总，刚刚线人来报说苏小姐和封应琛在一起。什么？他们不会旧情复燃吧？小冉，没想到你还愿意出来跟我吃饭。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好，我们重新开始吧。封应琛，我们早就结束了。我带你一起离开只是因为我们同为人类，我不想你被林妙月那个疯女人弄死罢了。小冉，我们在一起一年多，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感情。封应琛，你给我离小冉远一点。陆柯颖，我和小冉之间只是发生了点嫌隙，但我们依然是夫妻。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现在只想静静。跟我走。哎，等等！安东，你放开我！啊，安东！哎，安东，你快放我下来！小冉，你不能和封应琛在一起，他不会对你好的。
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只是刚才碰见林妙月了，怕林妙月杀了他。你快放我下来。真的，我还以为你一时冲动跟风云琛在一起了呢。小冉，我决定留下来。宇宙这么大，我只喜欢你，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人类，都什么年代了，跨物种恋爱怎么了？我只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愿意留下来真好。我刚刚被你直接抱走了，我其实还没吃饱呢。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不是外星人吗？竟然也会做饭啊！我不会做饭，难道还不能学吗？而且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们的构造和地球人十分相似。我看电视剧上说，外星人和地球人接吻会生病，你会吗？会不会生病，只有试过才能知道。我就是随便说说。苏小冉，你怎么总是摔倒呀？你是不是也想跟我试试和我接吻到底会不会生病？并没有，明明是你家厨房卫生不行，你看地上还有水呢。你明天好好跟阿姨说说，我先走了。安东，这次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知道这次是我故意的，我也想试试和你接吻到底会不会生病。谁？看来你是真舍不得苏小冉呢。既然如此，风云琛，我们合作吧。合作？让一切都回到最初，你得到苏小冉，而我夺回陆柯以。小冉，我来了。莫小姐，我这就去给您拿。辛苦了。莫小姐，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为您制作的礼服。不急，先喝点咖啡。我们慢慢来。林妙月。陆总，苏小姐有一个新的订单，很奇怪，甲方是一个姓穆的人，但是我查过之后并没有这个人。超脑扫描结果，该人物为林妙月在地球上伪造的身份之一。小冉现在在哪？苏小姐接了这个订单之后，现在去见穆小姐了。安东是谁？方映辰，你怎么会在这儿？小冉，过了今晚你就彻底属于我了。
你放开我！苏云琛，陆总的禽兽！人渣！你别走，小冉，来陪我。你先醒醒，你被下药了。我不，我就要这样。我要给你生一个小外星人。小冉，你先醒醒。怎么，你不喜欢我吗？我。小冉，你清醒一点。小冉，小冉，快停下。小冉。王东，你让我亲一下嘛。安东，你拿着花洒碰我干嘛呀？小冉，你终于醒了，刚刚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啥事儿啊？没事，不记得就算了。我刚才不是在咖啡厅见客户吗？怎么会突然回到家里？我记得我好像看到了林妙月和封应琛，我怎么会在咖啡厅见到他们？别想了，这件事交给我去摆平。走，我们先去换身衣服。苏小冉，陆柯颖把我搞破产了，我一无所有。不就是个集团破产而已，看你这没出息的样。没出息，你跟我都一样，都是没人要的可怜虫，都一无所有。我和你从来都不一样。苏小冉，既然安东这么喜欢你，看来我是不能留你了。苏小姐，你慢点，苏小姐。哎，李特助，你真不用跟着我，我不过是去见客户而已。苏小姐，陆总已经说了，一切应该安全为优先，你随时都可能有危险，所以必须由我来保护好你。他们那可是外星人大战，你去有什么用？您说什么？没什么，你当我自言自语吧。林妙月，林妙月，你怎么在这儿？安东就派这个人来保护你，他也太看不起我了吧。闹鬼了，闹鬼了。林妙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说呢？警告，警告，残害星球生命的行为是禁止的，请您立刻停止攻击。如果你继续这种杀戮行为，您将会被强制带回星际联盟处刑。处刑？我都快失去安东了，还怕处刑吗？苏小冉，如果不是你，我跟安东何至于此？这一切都怪娘人。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去死吧。解决完封印琛这个麻烦，下一个就是妙月了。我不能随时随地保护在小冉身边，如果不搞定他，他一定会对小冉动手的。通过我的计算，让妙月放弃伤害苏小冉的唯一方法只有杀死他。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不能对你的同类做出杀戮行为，否则你将会被执法员送回星际联盟处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妙月杀人，一旦他伤害星球生命，触犯星际法律，就会被超脑强制带离地球。
你的意思是让妙月杀死苏小冉？安东，你是不是疯了？不试试怎么能知道？林妙月，你残害星球生命的行为已被超脑监测，将在一分钟内将您传送回星际联盟接受处罚。残害同类？什么意思？安东，怎么会是你？你怎么变成苏小冉的模样？启动休眠模式。系统加载中。已休眠苏小冉。地球上不能出现两个一样的人，所以我休眠了小冉，这样便可以化成他的模样。为了救苏小冉，你连命都不要了吗？我们的构造虽然跟地球人不同，但我们星球的武器是致命的，你只要算错一点，我真的可能会杀了你。我相信你的枪法，你这么好强的人不可能会射偏，而且如果我不出手，死的人就会是他了。我没想到你竟然已经喜欢他到这种地步了，但你不要以为送走我就能和他幸福的生活下去。执法人员，他很快就来了。系统解除休眠中。解除休眠，休眠程序已解除。安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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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怎么受伤了呀？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去医院开了一些药，但不知药有没有用，你先试试。嗯，好。这是我在医院的朋友开的药，他说吃了药就不疼了。你不要命了吗？你伤口还在呢。我昨晚明明看到你腹部的伤口还在，怎么才过一天就不见了？你忘了，我是外星人，我的伤好得很快的。那你不早点告诉我，害我担心了一晚上。我还以为你挺不过来了。放心吧，早就好了。你没事就好，那我下去给你做点吃的。嗯，好，去吧。安东，你让我伪造你的伤口愈合假象，只是为了让苏小冉不担心，也是煞费苦心呢。伤口总会愈合，没必要让他担心。执法员很快就来了，你们之间的事瞒不了多久的。能撑一天是一天吧。居然爱上一个地球人，有意思啊。
你来啦，喝点什么？我帮你点。有人看着呢。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你是谁？你不是安东。明明是一样的脸，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难道是我的画型不过关？没道理啊。我这门考试可是满分。你和林妙月一样，能变成任何人。No, 我们虽然是同类，但我和他们可不一样。他们是普通的星舰战队成员，只能变成被休眠的人。违规的话会被星舰战队处罚。我不仅可以变成任何人，我还可以随便杀人。星际联盟竟然派方凯这个死疯子过来。方凯，我们虽然是同类，是我吗？就是那个执法员，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意识互换，我无法联系到超脑，因此滞留在地球。就算他要带你走，可他为什么想要杀了我？因为他是林妙月的哥哥，这件事有些复杂。如果这次来的不是方凯，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林妙月的事情？你可是差一点就被他给害死了呀！你的伤好了吗？嗯，放心吧，早就好了。小冉，方凯不会放过你的。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家里，我加固了别墅的防御。方凯进不来，但如果你出去了，我真的无法保证方凯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要怎么样你才会放了萧然？当初陷害妙月的时候，你可没有这么为他着想啊。妙月只是被超脑强制带走了而已，只要检察员一检查，就会发现苏萧然根本就没死。林妙月也不会受到处罚，只是会被勒令不能出来而已。可我就是想让苏小然死呢。你伤了妙月，我既然不能把你怎么样，自然要报复到他的身上。你保护好苏小然吧，等我动手，我会让他连渣都不剩。看路啊！
封影琛，两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堂堂封氏总裁，却沦落到这个地步。我要是你呀，还不如去死了算了。哎，怎么，老婆没了，公司也没了，就连周淼淼也看不上你，你还活着干嘛呀？不如去死了算了，你去死啊，死去！不如去死了算了。你想去干嘛？封印城，我去死，活着没用啊！去！死了就好了，你说的对。风云晨，你快下来！风云晨，风云晨，你快醒醒！风云晨，苏小冉，想让你出那间屋子，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家里，我加固了别墅的防御。周淼淼，你什么意思？苏小冉，等你死了，我就能带着安东离开了。就算我死了，安东也不会和林妙月在一起的。在你没出现之前，他们可是星际联盟中最羡煞旁人的一对。苏小冉，去死吧！大家快来看呐，这就是传说中的外星人。哎，快拍下来呀，这绝对是大新闻。我们地球果然不是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如今宇宙中具有超时空能力的文明已经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叫做星际联盟的组织，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来自星际联盟的外星人。天哪，他真的是外星人？对啊，他刚刚一瞬间就出现在这儿了。安东叫你们来的？陆总，救我，我要杀了你们。放开我，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刚刚的一切都已经记录在案，你若是敢杀人，我马上就将所有资料公布出去，若是让星际联盟的人知道你破坏地球的进展，你知道你的下场是什么吧？安东，你炸我，我是真的小看你，你竟然敢公然违抗执法员，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谋划这一切的？安东，与其一直躲在陆家，不如我们直面对抗。就算执法者拥有比你更高的权力，但星际联盟是一个文明的组织，我们一定有办法对抗他。是小冉教我，与其一直防守，不如反守为攻。你若是非要杀人，只能是两败俱伤。你若是离开，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公布，他们都签了保密协议，不会泄露我们之间的秘密的。这次我就放过你，但你最好说到这里。小冉，杀人了！杀人了！阿东，杀人了！杀人了！你疯了吗？为了一个地球女人，连命都不要了？妙月到底哪儿比不上她了？安东。小冉，小冉，对不起，我不能陪着你了。
疯了，真的疯了，一个个连命都不要了。等一下，以你们的技术，能治好安东吗？谁知道呢？我们星球的武器对任何人都是致命的，究竟能不能治好他，连我也不清楚。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试试。苏小然，别怪我没提醒你，一旦安东回到我们星球，你们就再也不可能了。只要他能够活着就够了。记者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请你将安东带回星际联盟，一定要治好他。苏萧然，我忽然有些理解为什么安东会这么坚定地选择你了。三年过去了，不知道安东现在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真的好想他。如今地球上的陆柯颖便不再是安东，地球上的林妙月跟陆柯颖因为我们的关系而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有了感情。安东，我多希望你能回来。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就按照我说的做，我先过去了。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服装设计师，有了一己奋斗的员工和同事。如果安东也能看到，他一定会为我开心的。欢迎光临。每次看到他，我都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你。安东，我真的好想你。小冉，我和柯颖要结婚了，当初我们就是因为你才认识的，没想到一晃都三年了。我们俩的结婚礼服可要拜托你哦。放心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的婚服包在我身上。祝你们幸福。喂，小冉，不好意思啊，我今晚的飞机要飞美国，可能没法试礼服了。可是你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你现在不试的话，婚礼的时候怎么办啊？毕竟结婚可不是小事啊。这样吧，我的尺寸你也都知道，我就想试个款式而已，要不你穿上给我看看，我觉得好看就直接敲定了。可是就算我能试穿你的，那陆总的怎么办？男人的衣服嘛，有什么区别啊，都一样的啦，只要我的婚纱合适就行。那好吧。看得清吗？这婚纱裙摆蕾丝采用了拖尾的设计，在你走红毯的时候会牵动地上的花瓣翩翩起舞，上身珍珠的设计可以更好地展现你的肩颈线。小冉，这件婚服虽然是你给我设计的，但是你自己穿也特别好看呢。你在说什么呀？要结婚的人可是你啊。小冉，穿着这件婚服去迎接你的幸福吧。陆总，你怎么来了？你是来取婚服的？我这就去把婚纱换下。小冉，小冉，好久不见。你刚刚说什么？